这个坐地上的妹子是一个女日裔大神，和走马岭的其他挂壁老哥一样，住在15块的群租房里，过着干一天休息3天的快乐生活。买的虾子怎么肚子都没有屁股啊？我只买的头啊，便宜啊。多少钱一斤呢？这个？只有个几块钱一斤的，就小一小的，便宜的不要的。感觉你是有做那种吃播，什么叫吃播啊？就是直播的时候就是表演啊，我做饭做好了，然后我就表演我吃饭。好吧，我只会做饭，反正。嗯。本来就都是做饭的，行吧，开完你只要觉得我能活就好。我只会做饭。嗯，你这调料还挺齐全的呀，鸡蛋、筷子、菜刀，这还有个手机啊，小心掉了。手机是我的哟，哦，手机是我的，随便拍，肯定不嫌弃。我天天都在这里哦。现在在这里，就是没人拍我，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天天拍你吗？你是你的，你管他干嘛？是的，让他尝一下，有的还，好心的让他尝一下，有的还不愿意。我这个人我可是花钱买来的，来吃吧。你不嫌弃啊？买这个进来，我是买那个送的。哪个？嗯？在拍员工，员工上瘾，在拍，他拍拍不我，专业给了了，我30块。不专业了，要搞得有趣了，这个都可以，光吃这个一，这都是回来当明星。可能，有可能，一切就有可能，对，一切就有可能。用不着胡猜一句吗？嗯，你又没有特点，我也没看你，你没有特点。你想拍的话，我就把你拍进去，怎么样？想不想拍？只要资本看中你，看中你够硬，没有资本好。一晚上就是100多万赞。啊，这个是你老公想拍，我就把他拍进去啊，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嘛。幸福的一家人啊，那不是吗？嗯，可以可以，很有夫妻相。下次就是。100万个赞了，你资本看上了。那这箱子里边怎么都没有了？哪有钱往全是头啊！行了，这今天活了就生活活了，不该吃大虾了。好，大虾什么？广西叫什么呀？结果他不吃嘛，我让他们吃。为什么是结果啊？不太，结果不太认识。山河终结者，山河终结者就是把红姐拿来拍视频。帅哥觉得我有才，把我当网红拍。确实，确实有才。我也感觉我会火，应该会火吧？我都想好给你取个名字了，龙虾妹，爱吃龙虾。火了以后，说不定就有很多龙虾店请你去代言，然后在他们店门口直播吃龙虾，引流嘛，现在都是这样的。对，是这样，有点像。跟那个炒粉。爷爷啊，更得钱。好，今天的这期就到此啊，希望咱们这期视频能够大火。